个菜实际上都是用江浙菜的做法，但是实际上用我们本地的食材，哎，我们本地的腌菜，本地的那个笋，啊，来做的那个菜。然后呢，笋尖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底下出的那个方竹笋。我们的笋要比其他地方的笋呢下得早一些，其他季节就这个季节就没得笋的，就是吃冬笋。嘿，怪都怪到重庆呢，它就是怪，因为处于南川啊，它个气候决定的，偏偏就是入秋了。方竹笋下来了，重庆反而是秋笋了。秋笋，它也有一个很独特的味道。而出现一个方竹笋一剥开，它难得的就是其他的笋子我们不是好吃嘛，是脆嫩是吧？哈，当然笋都避免不了有苦和涩。但是只有重庆那个方竹笋来剥开，都有那个鲜花的香气，像我们喝的是普洱茶那种自带的香气。所以雪菜就是雪里红做的腌菜，我们干腌菜实际上就是南方所谓的梅干菜。